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又至再次同大家见面啦。咁今次我要介绍嘅动作咧，系叫做穿手搬腿。咁呢个动作里边咧，喺我嘅电子书里边咧，亦都有图片同文字介绍嘅。咁大家咧可以咧将一阵睇完我嘅示范之后咧，亦都可以睇翻我哋文字嘅介绍。咁首先咧，大家睇睇我哋嘅示范先。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咁刚才大家都睇过我哋啲示范嘅。讲到呢个穿手搬腿里面，我哋要照顾咩？要留意咩事项呢？其实都有几点啊。第一，当我哋穿手嘅时候，点样令到我哋嘅空间大啲？好啦，当我哋嘅马步入到对方嘅后面，咁啊令到对方失平衡嗰时咧，咁我只要我哋嘅用我哋嘅前手稍微将对方嘅脚搬离一下咧，对方就会有一个跌倒嘅动作出现噶啦。咁或者咧，我哋请我哋教练出去做一做。好啦，当对方一挥拳嗰阵时候，我哋穿起咗，由呢度由下边，当我嘅大腿咧紧贴对方，呢手一盘嗰阵时候，好啦，喺度一半，咁咧对方就因为咧个位置失咗咧，就产生一个咧倒嘅危险出嚟噶啦。希望各位朋友满意今天我们的示范。接下来下个礼拜我将会有一个新的动作介绍给大家，就是一个绞手冠耳。究竟绞手冠耳是什么动作呢？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看。